Merry Christmas！ Merry Christmas！ 这个呢是阿姨送给我的。对，你知道是谁送的吗？是那个炮仔生的 Coco 阿姨。Coco 阿姨，很 Coco 阿姨们，谢谢 Coco 阿姨。Coco 阿姨，谢谢。好，来。这个是这姜饼屋哦，跟你做的一样啊！你看，我从包装过的呀。好好好，好了，来试试看哦。哦，这个圣诞树应该是不可以吃。对，因为下面是有这个，下面有这个。它可以吃的应该除了圣诞树以外，其他应该都不会吃吧？应该是吧？你要拿盘子啦。这是饼干啦。这小中碗好啦，可以吃啦、这个、你先吃吃看是不是跟你做的是一样的。这个不行吃。对，这个不行吃，因为它下面有这个塑料，塑料的不行吃。来给你，来这样子，我整个放进去。好，来转过来，好给大家 看。好，你要从哪里开始吃？大家好，我是雪人，雪人你看不了，拜拜。好，从后面的饼干咬下去看看，饼干可以吃吗？还是 Coco 阿姨给你的，其实都不能吃。可以。这跟你的一样吗？这跟你做的一样吗？这个饼干有没有比较好咬？味道怪怪的。味道？什么味道？是什么味道？你吃吃看，你吃吃看。对啊。给爸爸吃吃看。我咬一口看看。怎样？这个饼干比那个你做的饼干好吃啊。可是这是什么味道？太甜。对啊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我吃不出这个味道。我要把汤倒下来。好。啊，这种姜饼糖，我们真的是，我小时候应该就不太爱，因为我觉得姜饼好像太甜，然后它上面都是糖浆。小熊，小熊可以吃吗？小熊可以啊，小熊是那个，那个。有小熊可以，对不对？小熊是里面最软的，你看。然后其他都。我在做椅子哎、欸，其他都很硬、欸。干嘛打扰我？他在做椅子。姜饼就很硬啊，姜饼啊。哦。那个，圣诞树帮我拿下来。对，圣诞树拿下来，好吧。我帮你拿下来。圣诞树倒了，这是被砍掉了圣诞树。圣诞树好难拿，我刚一直想要试图拿它，拿不下。圣诞树拔不下来。好，不要紧，把小熊拿起来吃。你把小熊拿起来吃就好了。小熊在做椅子。还是来吃雪人的头。啊，试试看。哦，我要吃它。哎，玉生跟你讲，太硬不要咬。太硬不要咬。好血腥的感觉哦，感觉。为什么？好吃吗？它的头好吃吗？对。好，头好吃哦。头好吃。那我告诉你，不要吃饼干，你吃它的头。你吃头就好。你吃它的头。头是糖果吧？对，是糖，糖粉吧？哦、要对。哇。哦，很甜，很甜。难得，我告诉你，你要谢谢 Coco 阿姨啊。真的。Coco 阿姨，谢谢、啊。哇，你难得可以吃糖哎、欸。对，现在这个有点血腥，就是雪人就是那个，然后那我就这样放只熊在上面好了。对，这样子看起来对不对？好啦，圣诞快乐喽！圣诞快乐。